想下班来消遣一下。没错，就到了我们燕燕好久没有夹娃娃系列了，今天就来久违的夹娃娃，因为现在是我们时间几点啊？没带手机下来，大概十二点，大概十二点。睡猪不知道什么，最近又迷上夹娃娃，我已经退坑了，结果换睡猪迷上，搞得我又必须要再出来夹娃娃了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夹娃娃很疗愈，所以我会一直找有娃娃的娃娃机点。因为睡猪最近很喜欢夹大娃娃，对，他喜欢夹那种大娃娃的疗愈感。公仔他不喜欢夹，每天晚上都要陪他出来夹那种大娃娃。刚好遇到这个好像叫做最新的叫做黑霸台，就是超大机台的缩写。我会被这家吸到，是因为他一堆大娃娃。不是全部，但就是一堆大娃娃，而且都蛮可爱的。那就试试看啊，因为还不知道好不好夹，说不定都夹不出来。也是有可能。有可能我一马上夹就夹一个出来，因为已经夹到一个不错的位置。哟，很重。就是这种机台好像都是要抓一个特定角度，它才会浮起来。哦。因为爪太大，娃娃太大。所以现在是流行黑霸台，是不是？好像吧。哦，你看它都会变成这样。我们已经很久有点脱轨了，只是单纯想看到娃娃想夹。嘿，哇啊！又回去了。为什么觉得要夹夹左边那一？左边夹不到啊。是哦。嗯，好过不去了。好像有机会哦。不行的话就换台啊。不行，一定要。是我的钱，然后我最近迷上这个台，但我都换钱然后给燕夹。当然，谁迷上就谁出钱。因为我夹不到，所以我都不然我又要回家睡觉了。当然是要你出钱。那这也叫燕夹，给钱叫燕夹。看，你看就有机会啦。不知道抽还是要翻，看哪样会服就怎样夹。继续，下去，出来。哇，还有那个啦，挡板的问题。挡板的问题。没钱了，我也快没钱。拍夹娃娃不能在意经费多少，钱给他干下去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就跟拍一拍场一样啊。这娃娃机对不对？他要扣到鼻子才快快完才多少钱啊？他要扣到鼻子才。然后因为鼻子材质不一样，其他毛茸茸比较会滑。好，今天就攻略这台了，一出完就结束影片。不要，我还有别台要挤啊。不行不行，你是快跑起来！有啦，有了吧？啊，这样还太深了、哦，那它那个绝香味真的要很薄呢。碎了碎了碎了！这跟原来我们一开始。好，我们先用左边那一只，可是我会碰到右边呢、啊。把左边那个垫到一楼。你看，哇，还是一样，他就碰不到它。进去了，出来。哎呦，我刚刚那个有料哎，感觉有勾到一点东西。它不是，那要什么不起，要哪起到后面去。完了，哎，要么顶到，要么抓到，又不服。看你该换几局。机会来了，换钱了。先换了钱，赶快打水漂喽。太难过了。啊，真的要打水漂了。所以说今天就靠这一波了。直接升进去，升进去，直接这样抓出来！有！防守强哎。其实现在看，怎么看？你每个都很像我，土拨鼠也像。出了啦！我靠，假鼻子又变超紧了。是快保夹，最糟的状况就是保夹。我行哎，没啊，保夹1600嘛，你就当做是1600抽到一只熊猫哥。那当然是不行。不行啊，完全没办法接受。
机会来了。真的吗？我们觉得这样很难夹，勾啊鼻子出来，勾出来，勾，勾出来啊！哎呀，你看，我就说这看起来难夹，太疯了，快发疯了。不行，我想换台，赶快把它夹出来，换台。嘿，踢成了。站直，站直，站直了。踢球，打！哇，并没有。回，伸进去，拔出来！哎呀，你有跑起来！哎、欸，这台我觉得应该算很困难，居然夹出来了，太厉害了！ Yes! 太强了！搞定！我觉得是因为我运气不好才夹那么。昨天呢、啊？昨天运气很好。太难换台。熊抱哥，哎呦，而且有袋子，会不会更好夹？又有身体可以控，来试试看。交给你了，兄弟。你很大声，我要抱。真的，抱着夹才会中。你们同性相吸，不相吸？哎、欸，异性相斥，异性相吸，同种类会互相吸引，你相信吗？来了，妈。妈。躺下是好事。妈。太难夹了，对啊，你还是放着好了。是，而且很热。这样试试看。哎、欸，有啦。没有，没有整个起来。我怎么感觉这个会比那个抱枕好夹啊？没有，我觉得这个会比抱。真的假的？嗯。对啊，他还没有整个起来过，你知道吗？哦。直上直下，夹起来。完蛋。直上直下，夹起来。完蛋，起不来。就等他起来的那一瞬间，夹起来，你起来啊！你看夹那只也都没有整个起来，好像是、欸、整个脚都没在动。对啊，这样他顾着去挡板，到底能不能夹这台？还是不要？换的换的，不要了。看一下多少钱？天哪！袋子本来就会比较滑，就跟刚刚那毛绒一样的道理，就会比较不容易起来。那我们就假设没袋子了。好啊。而且它又是趴着，这该不会是熊抱哥吧？熊抱哥啊，真假？你来熊抱哥。又啊，换台，换台，换台，换小台的。这换就没得夹了。这个。这换就要没得夹了。这个再夹不出来，我放弃了。哇，这个夹子。这绝对不是 K 霸台吧？真的吗？是啊，这不是。对啊，黑爸感觉有一个可以夹蜡笔小新的枕头。嘿，哦，这个不好过挡板。那算了。这个啊，这个也是黑爸。对啊，你都要拍黑爸台，黑爸台，但就全部都夹这种最大台的。好，这个其实娃娃都比较小，感觉就很好。感觉会比较好夹。这感觉不是比较好夹，是比较好扶。好不好夹要看谁知道。哎、欸，有了啦，这才正常。这个就比较随便都可以。因为娃娃太大了，娃娃太大都会比较麻烦一点。怎么样？会补我们就随便乱夹了。哼，机会来了，抽起来。来，给我一个好爪位。这样，先夹一下这个，挡过来。哦。我挡就挡，挡就挡，怎么办？转不过来，不然怎么办？喂，嘿，抽，好，这样就可以抽了。抽，抽，怎么没抓到的？他加空气，他太矮了，再抽一次。手太小，再大力一点。喂，哎，我怎么没到？出了。哎，这个比较可以，这台可以。因为它娃娃本来比较小，就比较好。对。超级旋转，机会准备来了，各位跟我们一起倒数。倒数出货时间，三二一 ，Let's go！ 错，啊嘎！我以为必出了呢，怎么会这样？
他怎么移掉了？这什么？移掉了？这什么？看不懂。原来是这样移掉的，老鼠了！看起来好像快准了。有没有？我是很顽强，这些我真的、哦。我觉得猎人熊猫哥比较有刺激的。我觉得这台因为够大，它够大只，我觉得加起来比较像我在讲超大。黑霸台。出现啦！啥？哇，太黏了，黏出来了。可以可以，把身体都进去了，真的是黑霸台，连我都可以爬进去。两只袋子、欸，还有这只，哪一只出来？真的假的？我觉得我有感觉了。Ready？ 好 ，Go！ 感觉来了。我要输，我要输了。你没有看到，感觉来了就不一样吗？好，再来。伸进去，拔出来。但是我觉得在重蹈覆辙，你是不是喜欢一样的感觉？外丢，没有。喂，拉过去。二楼比较好截啊。再讲，现在到底要讲哪只？我个人认为这个。有这个，因为二楼。好，给动。哦。嗯。不可能吗？哇，他直接挡住我的荧幕，我看不到。我要去旁边拍。去旁边。还是正前方的最好笑。进去，拔起来了。哎呀！哎，我就说人都喜欢做一样的错误。要回归原味。对啊，看你看那硬要夹，是不是跟你说不应该夹？人都喜欢犯一样的错误，我还是比较喜欢蜡笔小新那一台，因为这台太一败了。你比较喜欢这种盖的？但是我那斜坡做的蛮完美的，所以它会一直回到我想要夹的位置，就一直这样玩弄你到1000多块。哎，怎么快没钱？就跟你说，这三只差不多了哈，真的是的。怎么没钱了？反正要在没钱之前把它保出加出来。你刚刚有讲个什么保？对啊，讲错了。我没有听清楚，不能保。没有机会保了。出来！哎呀，越来越高了，没钱了，真是。出来！哇，最高的一次！这是要翻还是要夹？出来，夹出来！哎呀，怎么觉得没有意外啊？还有一点点。哇，本来想说夹出来送给大家的，送不了了。算了，不夹了，没钱了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快点。都丢了500，刚就说不要夹，不夹了，不夹了，休息，还不如夹那台，那台轻，搞不好你那500多那边可以多夹两，其实还蛮疗愈的啦 ，K 霸台，如果都摆娃娃的话会疗愈。第一站算是有点吃力，吃瘪，我们再多练习一次，我们每拍一部影片就是多练习一次，练习越多次之后再回头找他算账，我们先放过他。放过他，哦，没关系，放过他，放过他。啊，我们有开2间玩具店，一间在中坜，一间在板桥，好不好？2间的 QR code 那边自己加入抽线上观赏，好不好？这样，先走了，拜拜。